上帝视角，河水镇的乡村自留地，广东阳江河水镇缩时摄影。河水镇地处牧阳江上游，河西山河汇合之处，故称河水，隶属于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，位处阳春市中部，东部一角伸到恩平市浪底镇与春湾镇之间，南部与春城街道阳江市阳东区大巴镇相邻，西北部面临牧阳江与北面镇隔江相望，行政区域面积240平方公里。截至2019年末，河水镇户籍人口为70,185人。本集影片所见是村民在自己的自留地上种上各种蔬果、稻谷，全年自给自足，做到丰衣足食。
上帝视角，河水镇的乡村自留地，广东阳江河水镇缩时摄影。